Okay, you're going in. Oh, hi. Since we're in the scene 3.3, you think okay? Now, since I play scene 3.4, 就是钱包不见的时候。 现在教他们，如果钱包不见的话，要做什么东西？ Hi，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这全部人在外面这里等呢。被罚站。没有做功课。我做一半的功课，是站的。所以做一半功课站吧。我完全没有做，所以我要放手。哦，好可怜哦。 你们要站到几时？哎，还抢去你女朋友了哎！I have no problem. 啊，好好。没有啊，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啊。哦，不对，这是 school drama， 很 drama 的 drama。 现在我们在拍什么戏？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学生。你的家庭电竞队。是。你看，感想，这是第一次演出。感想。Camera一直看到你了。什么感想呢？开心啊！太荣幸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 JC， 哇，很特别的名字，来，哎呀，我不知道问什么。啊，你很差，Eddie。对不起哦，我今天是不是太阳给我怎么样？Hi。<笑> We have found something very familiar. Hello. 在 touch up makeup 是吗？明明知道上课不可以化妆了。专业的 makeup。 你有化妆吗？来。没有。你有化妆啊？来来来，来我们访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